让我们环游世界，寻找新的音乐，还有什么儿歌在等着我去发现？看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语言，会带来什么不同的音乐？一起来环游世界，错过北极和南非，飞到了海的另一边。还有什么国家等着我去发现？让我们一起出发去冒险。